谈排湾族的音乐，其实音乐是排湾族、鹿凯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那这些音乐，我们讲文以载道，那个文就是音乐，我们的道就是歌词的部分。所以排湾族在谈音乐，这个音乐歌谣对我们的生活、祭典、仪式、婚丧喜庆都会用到。因此排湾族、鹿凯族的音乐的形式是非常的多，而且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排湾族的歌谣歌词的意涵是非常深的，那它是因着情境、因着不同，它的歌词会改变，但它的旋律却不会改变。所以举凡我们很多的音乐歌谣是这样传唱下去的。 Snai Snai 本意是唱歌，为什么选这个词作为今年原住民合唱嘉年华的主题呢？我们希望说，不只是屏东的原住民的歌唱可以让大家有机会欣赏，也能够邀集在台湾各族的原住民族。我们更大的企图是希望说，能够扩及到国际上的南岛语族，都一起发挥他们歌唱的天赋，让这样美好的文化资产分享给每一位。让我们用歌声欢迎来自各国的朋友，都一起分享他们所属的文化。那当然我们现在没有这样的生活背景，就我们在呈现上可能就艺术化一点，那也随着现在的改变再做一些做调整这样。今天我们屏东那么改在以2009没参加马林阿多多阿巴尔卡多马林的乌尼卡波鲁按阿姆达六阿嘉年华努比那扎旦一定的台湾萨巴盖尼诺尼卡马林合唱团努比那努尼亚做爱萨卡巴帕古达丢诺尼阿米基丁杜尼亚斯卡西亚按阿德米安努比那扎旦萨伊刀亚萨马拉卡多我姑娘我娘娘说爱啥爱啊卡多都哭马蒂能爱多买点我的电话奶奶咱们没上岸跟他在在跟买点卡哇我啥一下我都姑娘把路海岸上岸啊的丢啥我奶奶那慢我们现在啊卡波他们啥没那么命啊没得了命的那买点啊的丢他们跟买点在蒂姆的球路丢开啊一出来呀西卡带아파트도초이주왕가운마포로사카리마차빌어이츠아키나토토라난나니아시카타이이주아아바블로롱안이주아마르카아마아츠오총아카크리안아이마제티모르키오카야나마필리또스나요왕가테이츠아아나마필리아상하상하산아이나야사코리스나얌타자아피니리안토리나마카라테이츠아이치밤마나조리니아히스나이蓝屿高中合唱团大约是在两年前成立，一般人都会印象中说原住民都很会唱歌，确实是开口就可以唱。如果要让孩子完全的就照着西方的宗教音乐好，或者是艺术歌曲的这个方式来呈现，那其实跟别人没有什么不同。但是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特色存在，再加上这样的一个艺术的调整，这两个有没有可能会碰撞出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效果？尤其是这些孩子本来就有所谓的天赋，那在经过修饰雕琢之后，那我想观众可能会听到很不一样的这种呈现的方式，这样。嘉义国小合唱团成立至今要迈向第五年了，因为有了希望才会让我们继续走下去。那孩子也因为透过了合唱让我们学习了古谣，在唱古谣的当中可以让我们知道过去舞步的生活是如何。那今年也唱了一些舞步的曲子，至于是什么样子的曲子呢，请你在今年的7月27号还有28号，欢迎你来参加我们这一次的嘉年华音乐会。